啊，就像贤首过思这篇论文啊，这篇论文跟我们讲什么开头啊，宇宙的起源这一段事情，全世界到今天哲学没搞清楚，科学也没搞清楚，都在摸索啊。佛讲的这么透彻啊，所以方老师讲的最高的哲学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现在也肯定了，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啊！你要想向上提升啊！如果说一般，我们今天讲的时候，治国平天下，不用那么高深的东西啊，只要把基础的东西啊普及了，就成功了啊！基础是什么呢？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啊，这三样东西，因果最重要，因果是根，深信因果，伦理道德是从内心里面去做出来，踏实了。如果不相信因果，伦理道德很多是表面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境界一现前呢，他就又迷了。啊，所以因果重要啊，决定不是迷信。啊，因果从哪里来的？跟宇宙同时发生的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讲习里面也讲了很多遍了。